少公子身中剧毒，且剧毒已攻入心脉。下人来报，前院有只猫也是中毒死的，在猫的腹里也发现了一只毒鼠。天下万物，无奇不有。可他为何偏偏就要冲儿？为何？丞相，在下有句话，如果说错了，请丞相切降罪。说，像这样的毒痕，我一眼便能认出来。那册页上为何会有鼠噬痕迹？假象。真相是什么？毒蛇咬的。冲儿的屋子也十分干燥，怎么会有蛇出没？蛇自己不会进，可要是人……玄月，你估计是谁干的？在下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？丞相，在下斗胆猜测，可能是公子当中的一位。丞相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毕公子也被毒鼠咬了，人事不醒，危在旦夕。老侄和曹彰呢？丞相，小的早就去过了。三公子外出涉猎，不在府上。四公子昨夜和文友们赋诗饮酒，此时大醉不醒。畜生，绑来！诺。报。禀丞相，少公子他……畜儿怎么了？禀丞相，少公子他快不行了。丞相，二公子他不行了。什么？丞相慢点。丞相，禀丞相，二公子自有复苏之相。丞相，二公子八成是有救了。真的？当然有救，在下恭喜丞相了。父亲，儿不知冲弟被鼠咬了。二有罪。饮酒作乐，涉猎吟诗，畜生！你们要为冲儿守灵三日，好好想想自个儿的罪过。诺，都布置好了。按照丞相的吩咐，我一切都布置好了，每个屋子都安排了人物。灵堂呢？无有灵堂，没有安排人物。三天三夜下来，无罪者肯定困得直打瞌睡，有罪的人做贼心虚，定然是如坐针毡。